大家晚安，我们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呢是个晒棉被的好天气哦，尤其在西半部，不过东半部呢就有雨势了哈、哦，因为开始吹的偏东风，西半部呢空气品质略差一点点，不过大多数地方可以看到阳光，中南部空气品质比较差。那南边这边呢有没有看到有一些水汽哦？这个很多人说会变台风，但是还离台风离低压就是一个低压而已，还变成这个热带性低气压。差距还蛮大的，所以我们台湾呢，其实请大家好好把握吼，还有明天上半天的时间，这边呢，其实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是在台北市看到的。远远的地方呢，就是往这个东边，就是有一些地形云在这个地方发展，大多数地方是蛮晴朗的。如果呢在桃园看雪山山脉，就会看得好清楚哦。这个东半边呢在下雨，然后西半边很晴朗，这个呢就是我们台湾特有的中央山脉的地形的特征。这样的天气呢，随着这个南边的水汽有点北上哈，明天的云量会慢慢开始增多，尤其是南部有一些云量。不过现在来看的话，水汽应该不会很多，主要的是礼拜五到礼拜六的时候有一些东北风南下，南边呢有一些小的系统会通过，所以有一些短暂性的阵雨。但是现在来看的话，预测这个雨量值都不大。哦，等于是不大，等于是一点点而已。虽然有一些降雨的机会，但是可能靠山区或是很局部、很零星为主。然后周末的温度会略降，一直到下礼拜。下礼拜大致上呢还是类似的天气。所以最近呢，我们来看未来一两周还没有很强的这种寒流等级的系统来，所以请大家留意哈、哦。所以各位再看一次哦，如果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，吹东风，然后东半部水汽比较多，礼拜四开始有一点水汽会上来哈、哦，不过这个很短暂。就过去，可能是有山区或局部零星的阵雨，然后礼拜六日吼、哦，大概就是东北风下来，不过现在来看的话是属于偏干的，影响可能迎风面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。那下礼拜一二开始又回温起来，所以最近呢就是一个小系统的波动而已。那礼拜五呢要注意，就是说除了南边水汽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北边的系统，所以礼拜五呢可能有一点短暂性局部的零星的阵雨，不会很大哈，不会很大，但是局部地方哈，或是南部这边要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。六日呢，大致上北部比较阴沉，温度呢会略降，但是还没有到很冷的程度。这两天呢，北部呢都有机会到24-25度的左右，然后礼拜五六日呢会略降哈，略降的时候到礼拜天。15-17度，然后接下来慢慢的回温，所以最近呢，其实温度不会太，对你来说的话不会太冷啦哈、哦，早晚一定要穿外套薄外套出门。南部来说的话，相对之下没有像北部那么冷，但是其实也是16-21度，到了这个下礼拜天，这个礼拜天到下礼拜一二的时候，有一点点小变化，阳光蛮普照的。不过南部呢就要注意空气品质，有没有看到高雄、屏东哈？空气品质蛮差的，这个就是一个背风面，相对之下，整个污染物呢在这个地方扩散累积啦齁。大致上呢，今天晚上天气除了东半部偶阵雨之外，都蛮不错的。那明天呢，其实中南部还是要注意空污，还可以看到多数地方可以看到阳光，但是云量呢都会增加一些些齁，所以一直提醒大家，该晒棉被的时候就要趁这些时间。东半部呢比较难一点点，大概就是偶阵雨了，所以西半部呢，北部的朋友好好把握明天还有一点点阳光齁。我们给大家建议，东半部水汽多偶阵雨，周四呢南方水汽北上转偶阵雨，那周五呢北部偶阵雨啦齁，那周末呢温度略降，周六呢就会转干凉的天气。我们来看详细天气数据。的观众朋友，感恩您的收看，稍后请您继续收看《人间菩提》。大爱二台回来，我们要带您透过镜头去巡游访圣。在欧洲的山脚下，有这么一座原始森林，人烟罕至，也意外地保留了最原始的样貌，可以说是地球。